经过调阅监视器呢，发现犯嫌四人戴着帽子及口罩，分别骑乘电动滑板车，持球棒进入店内破坏生财工具。警方呢，发现他们这个骑乘滑板车前来，非常的辛苦，用了一整个晚上的时间哦，调阅了上百支的监视器哦，从案发地点一路到这个老街哦，以及河岸的沿岸哦，一直不停的调阅监视器，终于调到他们的一个行踪。于24小时以内，在昨天晚上呢，将黄姓犯嫌人等四人全数的查缉到案。